那你要杀光我的族人和朋友也与我无关吗？你是高高在上的月见大人，而我只是一个连身份都弄不明白的小姐，我们究竟谈什么情什么意？我不恨你，见族的命是命，月族的命也是命，十万剑士的情人还在等着他们回家，我怎么可能会恨你？